在海上一座修道院里发现这本航海日记。1634年2月13日早晨，若杰斯特船长把船停在一块礁石后面。那天晚上，他们遭到了海盗的袭击，他的船中弹着火，沉入了海底。10天之后，人们发现了船长，他的日记仍然保存完好。日记里记述了还没有拇指大的小精灵的生活，这就是神秘的海底精灵世界。Where am I?